少了 Roper 这个常人，所以林书豪很努力的防守，哎，结果造成犯规，造成失误，结果林书豪拿了球，很快到前场丢给 BB， 可惜 BB 太毒啊，一直想自己去打，再丢给 SK2 给林书豪，林书豪最后只剩下不多的时间，只好丢出来给 Scola 给林书豪，漂亮，哎，没进，林书豪再抓到得分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动态进攻的模式，虽然林书豪第一球没进，但是最后能造成一个在篮下的空洞，28-27，篮网第一次领先，这是这个动态进攻非常精彩，这是 SK2 丢出来给林书豪，好，现在 BB 往这边去跑， OK， 林书豪再往内切，好，吸引了他们四个人要去包夹他，然后林书豪往外丢，哦，你看现在他们的人全部在里面， Bucks 人全部在里面，接着再丢给 Scola， 速度都很快，你看就他们这些人全部调度过来要跑了，结果变成林书豪在篮下空了，所以 Scola 赶快丢给林书豪，林书豪拿到上篮啊，结果有人扑上去啊，其实这球这个9号有犯规，害得林书豪没有进，但是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动态进攻啊，这个 Booker 很强悍，再把球拍下来，林书豪抓到，然后最后他上篮得分，然后 Booker 很聪明的帮他挡人，所以 Booker 是一个非常好的 defender， 而且他也会帮助 offense 啊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动态进攻。好，第三节开始，林书豪带球过半场以后，现在球又回到他手上，好， Hamilton 帮他挡， Booker， Hamilton 在帮他挡， Booker 也帮他挡，林书豪往内切，好，得两分啊，被他们抢到篮板，哎， OK， 林书豪带过半场给 BB， BB 给Hamilton 给 RJ， BB 在上，好，2-1，分28秒，第四节林书豪上，93-98，输5分，好，林书豪一上来一个 Hamilton 再传给Sean， 然后再回传给林书豪，林书豪往内切，再传给底角 Booker， 可惜没有进，